终于和你一起在台上合唱。我觉得你今天来的话，应该是阿信比较紧张。真的吗？你有在害羞吗？你在害羞？没有啊，他在紧张，他没有害羞。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害羞哎。啊？因为你们在我眼里都还是小鲜肉啊。师傅前面那个跨年演唱，那我知道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五月天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应该很多人看五月天。但是当天呢，当天收视率最高的那一段就是会员，是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都是长辈在家看电视看。哎，你知道我今天来你演唱会啊，我其实有在想说要不要练一下九令的什么舞娘还是玫瑰少女。我觉得我也可以为你变成什么。慧伦感觉上就是我小时候，不是小时候，以前崇拜他那个慧伦，现在也崇拜。对啊，写明信片嘛，哈，上课都不专心哈。五百张哎，为难你了。哦，为了那个让你那个打败那个小虎队，变第一名，因为那时候那个罗小云的直播间，然后慧伦一直在第二名，我就想说，不行，我的偶像一定要赢。谢谢，所以我数学不好都是你害的。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？为你跌跌撞撞，傻傻笑笑，买一杯果汁。就算庸庸碌碌，匆匆忙忙，活过一辈子，也要分分秒秒，年年日日，全心守护你最想的事。慢慢退缩，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。外面现在下雨下成这样，里面阳光雨超炫，太阳终于出头天，准备回家吃泡面，但是我的安全帽怎么抽了下大便，但是我的安全帽准备来，我从第一从不戴安全牌，人生没太多机会能重来，拜托三宝全让开。